第7条により衆議院を解散する。日本众议院议长宣读解散诏书，全体众议员照惯例起立高喊三声万岁。岸田文雄上任才10天，众议院就宣布解散，31号改选，创下日本战后首相上任到解散国会的最短时间。众议院解散前，自民党众院改选政见曝光，除了要持续与美、澳、印、台湾等伙伴加强合作外，也白纸黑字写着力挺台湾加入 CPTPP， 也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A。 日米豪印も活用しながら、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を力強く推進いたします。岸田文雄上任后和大陆关系越来越紧绷。日本防卫省公布消息，周一海上自卫队发现至少6艘大陆军舰穿越对马海峡后往东北方航行，进入日本海，不止大陆军舰扰日。同一天，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瓦良格号率领驱逐舰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在日本海大规模实弹演习。另外，在孟加拉进行的巴拉马尔联合军演，美国科东翼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印度海军驱逐舰、澳洲海军巡防舰以及日本护卫舰进出。美国企图通过演习威慑遏制中国的目的不言而喻。印度不但希望借助美国的咫尺撑腰，提高与中国竞争的能力，日本参加演习甘当美国反华战略的棋子。大陆军事专家嘲讽四国各怀鬼胎，目的无非是想牵制中国。 TVBS 新闻综合报道。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